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陈草莓钢弹基地。大家久等啦、啊，我们终于要来抽我们的那个一万订阅的活动的奖品啊，一番赏哦。就是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因为最近就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比较忙，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说要以直播的方式来抽奖，所以我们就改用这种录影，全程录影的方式来抽。那想不到就连这个要抽奖的时间我实在也是播不出来哦，所以告诉大家哦，如果要生小孩的话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有小孩出来之后你真的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OK，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抽之前啊我的频道 YouTube 频道一万订阅的一个纪念的活动。那奖品的话呢哦，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把一些比较大的奖都摆在这里，那当然最大奖就是这个 RG 的福冈沙扎比啦，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哦，我们满50抽哎，还是满40抽我们解锁的这个那个 RG 的，不是 RG BD 的福冈沙扎比。那后来呢想不到我们就是大家非常的踊跃哦，完全超乎我的预期，所以我们又继续加码了哦，这个骑士术士的彩透族，那后来再加码这个哦，有点难拿出来，就是这个也是彩透族信长悟空还有景观钢弹的彩透族。那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哦，有凤的那个公仔，还有现在水星魔女的米欧丽娜的公仔哦，这些我们都要抽给大家。那抽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之前在我的粉专上面那一篇文章下面有留言的人都有就是报名成功这样子。那我们在这里的一番赏一抽就是100块钱，一抽就是100块哦，然后抽到的当然就是什么奖品，就是有奖品，那有可能你会中那些大奖哦，100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嘛，就是以小博大的感觉。那因为这一次是我们就是活动嘛，一万订阅很高兴，然后我的 Facebook 也突破了5000订阅，5000赞啦、啊，好像也突破蛮久的。OK，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个抽奖啦。那我简单再说明一次哈，就是我们这次抽奖总共报名的人有76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抽出76个奖品。那不过呢，因为抽76抽实在是有点花时间哦，所以呢，我会从那个就是中间的奖项，就是中间的奖项开始抽，然后一直慢慢往最大奖抽。那后面那个最小奖呢，就是我们就是剩下没有抽到的人就是小奖啦哦，不好意思，对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啊，我在抽的时候，我会一介绍现在要抽的是什么奖品。那大家有留言的人，他也都有在，我都当初都有告诉他你是几号了。所以呢，我现在抽完我就会念出来说是哪一位，就是我们的观众中奖这样子。OK， 好。那么呢，抽奖的方式啊，其实哦，我自己做了一个这个一张签表。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哦，就是有从12345678910，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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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下面，到76号，总共76张签。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录影的情况下呢，把这76张签啊，都把它分割下来，然后放进这个抽奖的这个小桶子里面，然后我们就摇一摇，摇一摇，然后到时候出来是谁就是谁这样子哦。OK， 好。那么呢，我现在就要开始裁切这些奖券啦哦。虽然裁切实在是有点花时间啦，不过毕竟哦，我们不是那个现场直播嘛，我们是录影的，所以我们要尽量求一个公平性，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过程这样子。OK， 好。那么呢，在这个裁切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来跟大家随便聊聊呢？哦，那么好，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福冈沙扎比好了。福冈沙扎比哦，它这个是今年4月22号在福冈发售的。那4月22号在福冈发售之后呢，接下来啊，好像在台湾的 PB 哦，也是好像11月还是几月的时候会发货吧，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现货就是从福冈买的现货，你觉得很贵哦，没办法，因为你去福冈买，其实跟你在那个什么 PB 买的价钱换算下来是一样的。那你这个价钱一样，那我们的人到现场去买还要排队，因为
你在福冈现场买哈，还不是走进去就可以买的，它还要预先登记，然后还要抽选才能买到，所以当然比较花时间。那另外最花成本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运费啦，国际运费，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走空运的，你知道空运就是快，但是就是贵啦，所以这也是没办法啦。那我们就是帮大家做一个服务，你如果很想要赶快拿到这些限定商品的人，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个代购的方式去购买这样子。哦 ，OK， 好，哦，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切的那么久嘛，应该是还可以啊。等一下还要折，折比较麻烦。谢谢。哎呦喂。哦，那另外呢，就是最近最夯的就是水星魔女啦。水星魔女已经都播映完毕了，那相信那个异灵钢弹啊，还有战旗钢弹都卖得非常的火热哦，大家应该都是有目共睹的。没想到这次万代算是押对宝了吗？对，水星魔女真的是蛮夯的，然后也很吸引了很多人入坑哦。如果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社团上面分享啊，就是从来没有看过钢弹，那这一次就是因为水星魔女的关系入坑这样子，也是蛮高兴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 IP 哦，有注入一个新的活力这样子。不然呢，就是其实每次啊，就有点像宝可梦一样，只要有新的世代加入，那老观众就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倚老卖老的感觉嘛，就是会觉得啊，你们新的人都不懂啦这样子。哦，我们还是正统的什么之类，然后就会有一些争执。那其实我觉得啊，这样子对这个 IP 的生命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的。哦，你如果一直排斥一些新血加入的话，那你就是不会再有发展的。所以呢，我们要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情。哦，每个人都有新加入这个 IP 的时候啊，只要大家都喜欢它，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OK， 好。那水星魔女的异灵钢弹，不知道大家做完了没？我是做到剩下哪里啊？剩下一只手，然后盾牌，还有什么？还有手跟盾牌还有什么？对，剩下一只手一个盾牌，然后还有一点点浮游炮这样子。不对，盾牌就是浮游炮这样子。OK， 等一下我快要切完了。真的是没有很好切呢。OK， 好，那么最近呢，我再来聊一下最近新的限定商品哦。最近新的限定商品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 ？Hobby High Zaku， 就是收藏的 High 高性能萨克。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只，我也是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我跟它不太熟。原来它就是在那个好像是 WZeta 里面出现的一个，就是比较属于收藏性质的，它上面简介写的是竞技性质的那个高性能萨克。那它的配色很特别哦，就是很像钢弹的配色，就是白底为主要，然后再来是什么那个红蓝黄配色这样子，真的也是蛮特别的，很少看到萨克有这种配色。然后我剩下最后一段快要切完了，要小心的切啊，还不能切出就是有不一样的等级，这样等一下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定有作弊的嫌疑。OK， 好，哦，切。那么呢，这一次啊，这个一万订阅，其实哈一路走来也是算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啦。那大家知道我的YouTube 啊，最一开始就是像大家一样，就是做一个模型然后分享，其实跟我平常在分享文章是一样的概念，只是我就是想要把它用一个影片做一个呈现。那这个频道应该在五六年前开始上传影片的吧。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啊，有一只就是 RG 独角兽 ，RG 独角兽的时候，就点阅率还蛮高的，因为 RG 独角兽就很红嘛，这样子，所以呢，就那时候订阅就有冲上一波，
那后来呢，因为毕竟工作的关系还是蛮忙的，所以就没有一直持续做下去。那这几年 YouTube 啊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大家也就都是开始那种品质越来越高的频道就慢慢出现。所以像我这种一开始啊，就是只是简单的就是玩票性质分享的，当然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人看。所以我目前呢、啊、也当然其实就跟我一开始一样，我也都是自己做好玩的而已。我数一下，1、2、3、4、5、6、7、8、9、10，好，10张，1、2、3、4、5、6、7、8、9、10，有点难排耶。为了要确认这个数量，还是要稍微点一下比较保险。1、2、3、4、5、6、7、8、9、10，好，点一下，1、2、3。哦，那接下来啊，就是来到最近啊，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就是开始做这个代购的事情嘛，那所以现在我就比较有机会去拿到一些日本限量的东西回来。那当然了，我知道大家对限量的东西应该都蛮有兴趣的，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看限量的商品，虽然不一定真的会买。1、2、3、4、5、6、7、8、9、10、11，多一张。对，就是限量商品，它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改色啊，或者是对，基本上都是改色啦。所以我就以前比较不会买，但是因为现在啊，有的朋友在日本帮忙买之后，就变得比较方便，所以每次啊，只要有限量商品，我看到觉得还 OK 的，我就也是会入手这样子。这样几张？40张了，1、2、3、4、5、6。那如果觉得这一段有点无聊的人，你也可以快转到等一下我们抽奖的环节。这边只是为了证明说我们是一刀未剪，没有任何就是作弊的嫌疑，也没有暗装哦，这样子而已。所以等一下再看看，我可能会在文章里面标示说，第几个是几分是开始抽奖的画面这样子。1、2、3、4、5、6、7、8、9、10，OK，50张，1、2、3、4、5、6、7，好，70了，再来，1、2、3、4、5、6 ，OK， 好，76张没问题，76张确认了，那这个就不需要了哦，放到旁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把它放到这个抽奖盒里面去，把它折起来啊，折起来。把它对折再对折，看来这对折也是要花点时间啊，那再来聊天一下好了。那么呢，就是水星魔女的话，不知道大家感想如何呢？像我同事跟我说，他没有看，但是他看到人家说都烂尾，我就觉得有吗？有很多人说烂尾吗？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就是慢慢的收下来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很超展开或什么的，像鲁鲁修当时哦，就是哇，那个结尾真的是出乎意料啊，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水星魔女就是没有什么太让人觉得智商下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部分，就是稳稳的、稳稳的把它就是收起来这样子哦，可以啦。你看看大家就是模型买的这么高兴，就是表示说，可以可接受这样子。那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啦，像
里面的最后四架钢弹啊，我都有买。当然啦、啊，反正最后那四架钢弹一定就是算是主角群这样子。那也没想到，就是说，一风铃钢弹最后竟然会变成，它算是变成 BOSS 吗？也还好，我觉得水星魔女最后其实没有什么 BOSS 的概念，对啊，就是说，大家就没有什么真的像，比如说，你说谁啊？那个钢弹 Seed 好了 ，Seed 里面就是有个什么天地嘛，或者是传说这种，比较算是站在一个 BOSS 的地位。那 Double O 的话，就是有再生钢弹啊，或者是 O 钢弹这种，就是真的是在剧中最后跟主角打一个决斗的感觉。那水星魔女的话，其实并没有，就是苏莱塔开个异灵去跟他姐姐聊天一下，然后就说我想要让大家都很幸福，我想要得到所有的东西。那姐姐就说好，我帮你，然后就让他一起去把那个叫什么，就是获得一个超越科痕巴的能力，然后可以就是越权控制所有帕梅特的科技，那也因此就可以把那个卫星雷射炮给控制权控制抢夺下来这样。哎呦，我这样到底要折到什么时候了？好久哦。好险我不是在就是那个直播的时候这样子。直播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看到很无聊、啊、真的只有抽奖的人会看而已。所以呢，好，到时候再跟大家说要从几分的时候开始看。这样。好，我刚刚想到一个小问题啦，就是我等一下从这个瓶子里倒出来抽奖的时候，如果一次倒出来两张怎么办？那这边我就跟大家讲了，如果真的倒出来两张，那就是我自己捡，就是我会选其中一张，然后把另外一张放回去这样子。那就跟大家说声抱歉啦，因为我们的技术上的关系，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制作。那当然啦，我也不会去看说就是那一个掉出来的签到底是几号。其实说实在的，我刚这样折，真的是看不到啦吼。OK， 那我们也不是说要，绝对不可能说要什么暗装或什么的。我们今天既然都是要抽奖，就是抽给大家。那简单讲一下这些赠品哦，其实除了这些模型当然是买的啦，就是花钱买的。那哦，另外像这些景品是夹娃娃夹来的，在日本都是用夹娃娃。那我们的小帮手也蛮喜欢夹娃娃的，所以他就是常常会夹一些这个就是钢弹相关的景品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像是赠品类的东西，譬如说哦，小帮手他们最常去玩的一个叫做钢弹兵工厂的卡牌机台的游戏。那如果有跟我代购过的人，应该都会有收过我送的那些卡牌的卡片。那些卡片啊，其实就有点像你在玩那个 Seven 啊，或者百货公司很红那个宝可梦的高类一样，就你投钱下去之后，你会得到一些卡片，那些卡片上就是有人物或机体，哦，人物或机体这样子。那你可以组织自己的队伍，然后去就是上去对打这样子。那据说呢，它对战的部分啊是一个自动对战，也就是说你把你的阵容排好之后，其实差不多就可以放着它自动去跑的这样子。那跑赢跑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奖励跟点数这样。那毕竟是卡牌，就肯定还会有收集交换的功能。那这些功能的话呢，就是你如果得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卡片，就可以拿去卖这样。那当然啦，这些卡片的热衷程度是没有像宝可梦或是什么游戏王那样那么夯的。所以我看到啊，一些比较珍贵的卡片，其实好像就是也没有想象中的贵啊。像之前那个什么莉莉爱啊，几百万、几千万哦，没那么夸张啊。钢弹的卡片就价钱就还好哎、哦，外面雨越下越大了，今天是台风天，然后呢，我们这边是放，就是非常罕见的放了第二天的台风假哦，本来以为只会放一天而已，昨天放了一天已经算赚到了，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起床准备要去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哎，啊、怎么又放假了？哦，又放假了，哦，真是哦赚到哦。开心这样，不过大家我也是看到一些地区社团分享那种，就是那个
灾情的照片啊，哦，也是蛮严重的，路上树啊、电线杆、招牌什么的，哦，东倒西歪这样，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啊，哦，就是没事就真的不要出门了，哦，嗯，除非真的风雨比较小了再说，哦，出去买食物或者什么的这样，真的不要冒雨跑出去玩啊，哦，像我记得，哦，以前大学的时候很白目，我那时候有一天也是放台风假，然后我就想说，哇，不用上课耶，太棒了，那我一定要去，好好去玩这样，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然后冒着风雨跑到捷运站去，坐了捷运，然后跑到台北车站，然后去逛个地下街，就一到地下街看啊，根本就没有人开门啊，整条街空荡荡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想说，啊，我真的是个笨蛋，人家台风天怎么会开门呢？而且我还冒着风雨跑过来，真的是有够北西，在宿舍睡觉打电动不是很好吗？对，是小时候年少轻狂不懂事，那个时候就觉得哇，下雨天要是能去买个模型一定很开心，没想到来才没有人要开店呢，啊，哦，OK， 等下我确认个东西，哦，折好久，OK， 好，那。哦，看到这个 RG 莎莎比啊，其实啊，最近的模型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水星魔女毕竟是在播映期间嘛，就基本上它的节奏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一只新模型，所以像我那个战旗、翼鳞这样子，每个礼拜来一只，所以我制作模型的速度哦实在是赶不上，而且我现在就是要顾小孩，实在是没有很多自己的时间。那像是前阵子 PB 又到了那个地狱死神啊，还有那个 FA 全武装钢弹，所以每一只都有在做，可是都还没有做完这样子。那也因此啊，我的 RG 莎莎比啊，我的福冈虾，我就是只有把他的新的武器做完就放在那边了，哦，把新的武器装在旧的本体上面，就这样子，然后就摆在柜子里面了。因为说实在的，它新的东西就是那个武器而已啦，没有什么。哦，对了，我最近有看到那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啊，反正扭蛋跟核丸的那个系列，在 PB 上也要出福冈系列的了，就是莎莎比跟福冈扭同一组这样同捆包，那里面好像特效那些也都一并附上哦。对，没错，这样子。好的，那看来福冈扭真的是不错啊。哦，赚很大这样，那对啊，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还有看到那个很就是新的钢弹一比一的雕像这样，有机会，我个人也是还没有出国，希望有机会可以去福冈看一下福冈没有这样。OK， 好了，我终于快要折完了，我们终于快要可以开始抽奖了。那这边呢，我看一下，我等一下从什么开始抽哦，抽 OK， 好，那么呢，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我们就先从一个，暗夜良和的签名版开始抽起好了，哦，暗夜良和的签名版就是现在画面上面可以拍到这里这个，暗夜良和的签名版，那这个呢是之前暗夜良和展的时候啊。你只要购买商品，周边商品，然后我忘记是满多少钱，就会送一份这样子。那当时我们也是买了不少东西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些这个签名版，哦，可以送给大家这样子。OK， 那这个签名版总共有几份呢？我看一下，哦，总共有五份，哦，有五份这个签名版，所以呢，等一下抽出五位。观众就是你可以得到这个签名版这样。那这边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是五抽或者是甚至是十抽这样子，所以啊要跟大家说，其实抽到重复的几率也是会有的。那像是暗夜良和签名版总共有五个，你如果抽到两个的话，那我觉得你运气也是不错啦哦，七十几个抽到两个。就是五分，只有五份的几率，然后你可以抽两个，也是蛮厉害的，这样。那抽到其实也我也不能帮你做什么啦，我们就是公平嘛，这样子。
所以你抽到的话，我看你有朋友或者是有谁喜欢的，你可以送给他，或者是留下来做纪念，一个收在柜子里，一个摆出来这样子。OK， 最后一张了，我终于折完了。好的 ，OK， 盖起来。OK， 好了，终于弄完了。那我现在准备就要开始来抽奖喽，从现在开始要抽奖。那我们第一个呢是要抽出安彦良和的签名版，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安彦良和的签名版上面有阿姆罗跟夏雅，然后中间写着感谢你来参观我们的展览，然后这边有一个安彦良和 Origin 展。好，那我们现在要抽出五位抽这个安彦良和的签名版。好，找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刚好五个，好 ，OK， 好，那我们这五位就是安彦良和的签名版，我们要先揭开喽。首先第一位中奖的是，当，这样清楚吗？我看一下这样清不清楚，应该还可以。好，29号是谁？我看一下。29号是陈忠贤哦，忠贤哥，恭喜你中了安彦良和签名版，还不错。再来第二位，45号，45号是谁？45号是吴启安哦，吴启安大大，恭喜你抽到一个签名版。我怎么记得你之前好像有买过，忘记了。那如果你真的有两个签名版的话，就送给朋友吧。来，再来第三位，33号是谁？33号又是忠贤哥哎！哇，33号，忠贤哥，你真的抽到两个签名版了，你真的是运气不错哦。那就送给朋友吧。再来第四位，56号是谁？56号是明杰李，李明杰应该是这样吧？嗨，明杰大大，恭喜你抽到一个签名版。再来最后一位签名版的是，这是63号是谁？这一位是君平样 ，OK。均平样，恭喜抽到签名版。好，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签名版。OK， 好，那么呢，接下来这个先放到先放回这里好了。OK，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抽一个，好，这个冬季祭典好了。冬季祭典是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冬季祭典放在哪里？OK， 好，看，这就是冬季祭典，这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说的那种钢弹兵工厂的卡牌啊、卡包，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像这样子的卡包，里面会有很多卡片，这样子。那这些是你平常玩机台跑出来的卡片那另外呢，这个冬季祭典就是他在去年的冬天的时候有办一些活动。那你只要满额，他就会送你这个卡包，冬季祭典的卡包。那里面是什么？我没有拆开的时候看不到，但是我有拆开过几包啦。像是这包好像拆开过了，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张。这张它的卡片上面虽然写的是希洛，但是它正面就是有很多就是 W 吴小强都在。那这个卡片它的图面通常就是会比较偏向一个休闲的，就是有一种祭典的感觉。像你看他们大家都穿着比较日式的衣服在逛祭典的感觉这样。所以这就是冬季祭典的卡片，就稍微比较有一点就是特殊的性质，跟平常的不一样这样。那这些卡片当然就是比一般的卡片还要稀有，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抽出这个冬季祭典的卡包。
那冬季祭典的卡包，你可能想说，哇，这是里面这样一张一包，只有一张卡片而已，太少了。所以呢，我们还会附上，就是抽上冬季祭典的话，一样会附上这个普通的卡包，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帮大家就是随机分配的这样子。你可能会拿到像这种哦，这张是初缸哦，这个是机体的卡片。然后像这个是 Gulahamu， 这个是人物的卡片。那当然啦、啊，我们目前在台湾是没有这种钢弹兵工厂的机台可以玩的。你如果有机会去日本，找到这个兵工厂机台，可以去玩一下这样子。OK， 所以呢，这个冬季祭典的奖品就是一个普通卡包加上一个冬季祭典的卡包这样子。OK， 哦、oh, ，好，我看到了，它这个卡包后面其实有写，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其实总共就是有五款哦哦，这边我发现它要写 not for sale， 非卖品。总共有五款，有谁呢？有卡莲，卡莲就是那个谁，零八小队那个红头发的女生卡莲。然后再来是 For Murasame 啊，凤春雨，就是凤春雨的卡片。那 我本身也没看过这个卡片啊，因为我没有拆开来。那再来阿姆罗雷哦，阿姆罗，然后希洛，然后还有 Rockon Stratos， 我们的洛克昂。OK， 好，那我们现在要抽出五包这个冬季祭典的卡包咯。OK， 好，稍等一下，我先把这放旁边。好，那我们一样抽出五位冬季祭典。来，一二三四五，哦，五张。OK， 好，五张，我们打开。第一位是，啧啧，21号。21号是谁？冬季祭典21号。好，21号是 Bock Lin， B O C Lin 啊，恭喜抽到卡包。再来第二位是，哦，76号，最后一抽，76号是谁呢？76号是哦，刘拓海，拓海哥，来抽到冬季祭典。再来，我们加速一下，第三抽30号。30号是，哎，中贤哥，哎，中贤哥不愧是十抽的人哦，就是中奖几率很高，这样子。希望你等一下也可以中到大奖，中到模型或公仔这样。好，再来，这应该是66啦，不是99，我们没有99号。来，66是，于杰晃，于杰晃，恭喜抽到冬季祭典。好，再来呢，第五抽。41号是郭庆元吧？这是元还是环？41号，郭庆元或郭庆环。好，恭喜你抽到卡包。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往下抽了。再来要抽到的是，好，我们先来抽个扭蛋好了。哦，这个扭蛋，这个扭蛋啊，就是我们小帮手也是很喜欢扭蛋，但是总是有些重复的这样。那重复的呢，就送给大家哦。像我们有这个，这一套叫什么啊？我突然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 BB 战士的，钢弹的扭蛋这样子。那扭蛋的话，总共有1、2、3、4、5、6，有6个扭蛋。OK， 好，那我们就来抽扭蛋。摇。1、2、3、4、5，哦，5、6、7、8，太多了，两张收回去。OK， 好，这里六张吗？1、2、3、4、5、6，好，六位，1、2、3、4、5、6，六位扭蛋，好 ，OK， 我们开奖。那扭蛋这都是随机的啦，哦，内容物我就没有去看过了。来，第一位59号，59号是，59号是。好，刚刚有抽到签名版的 Minje Lee。 OK， 好，恭喜抽扭蛋。第二位是23号是，好，刚刚抽到冬季祭典的 BOC Bock Lin。 再来第三位是69号是，哦，也是刚刚抽到冬季祭典的于杰晃。哎呦，你们蛮会中的哦。下一位，糟糕，我有点尴尬。这个到底是61还是19？是61还是19？我去确认一下。
哇，这看不出来耶，糟糕！等一下啊，我去看一下我这印的那个备案上面。哇 ，OK， 好，这个是61号，好，61号 ，OK， 那61号是谁呢？我看一下。61号是屈平阳，屈平阳抽到扭蛋，刚刚有抽到阿燕娘的签名版的。好，再来第五位，70号，70号是余杰煌，你又抽到一个扭蛋，总共抽到2颗扭蛋。OK， 好，再来，18号是，Brooklyn 又抽到扭蛋了，抽到2颗扭蛋。OK， 好，恭喜。那我们接下来要抽的是，OK， 好，我们来抽一个比较这边哦，再来要抽到桌上的，我跟你讲，会摆在桌上的就是比较稀有一点的啦，哦。OK， 那我们来抽这个。水星魔女特点哦，这个我之前也有抽过，那因为还有一些就是剩下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抽给大家。那这个特点呢，是在当初啊，2022年10月1号的时候，这个是风铃要开卖，然后呢，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写，就是水星魔女啊，我把它撑开一下，这里面水星魔女哦，10月2号开始放送这样子。那这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呢？首先呢、好，我直接破题啦。这里面最稀有的就是这个哦，好多人在问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哪来的？这个就是这一包当初水星魔女开播的活动的时候，在钢弹基地办的一个活动，然后它是入场特点。看这边有写 Gundam Next Future Tokyo， 然后入场特点。所以这一份呢、这是你当时入场的人才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啊，其实你现在如果你有去订那个 PB 的风铃钢弹第六科痕6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底座，不过它是蓝色的，那我们这个是白色的，所以是非常稀有的。那另外呢，有一个算是小小的目录啦，那封面有印 Yoasobi， 啊，后面也是印水星魔女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些东西。那再来呢？哦，这个真的不错哎！你看，这个是钢弹兵工厂的卡片，那这也算是特点卡，里面有一张水星的魔女里面的风铃钢弹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这个传单啊，传单上面有香香的妹子这样子。OK， 好，那这个哦，这个真的是算是蛮稀有的啦，100块可以抽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够划算。好，我们要抽这个，这个几个啊？看一下，水星魔女特点5位，好了，这个开始。算是蛮大的奖哦，我们抽5位，1、2、3、4、5 ，OK， 好，5位，第一位是32号是，我觉得好像刚刚有抽过啊，钟贤哥，恭喜你抽到了水星魔女的特点，哇，钟贤哥现在好像每个奖都有中哎，厉害哦，来，第二位。43号是谁？43号是哦，郭庆元或郭庆环哦。OK， 不错。哎，我发现抽出来好像比较多都是在后面的，为什么？我明明摇得很齐啊。哎，第三位46号，该不会又是郭庆元吧？哎，没有，是吴启安，恭喜得到了水星魔女特点。第四位是哦，8号，终于来一个个位数的了。8号是谁呢？是陈彼得，恭喜。那第五位，哦，这是我们刚刚跟61很像的19号，哦 ，Brooklyn， 恭喜抽到水星魔女特点，好，恭喜，特点在这里，那我们放在旁边 ，OK。接下来呢，要来抽什么？我们来抽一些好玩的东西好了。来，抽这个钢弹军的钥匙圈哦。最近钢弹军啊，之前发售那个模型，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买吧？那
这个是它的钥匙圈、哦、很可爱，亚克力的。那它里面也有附一个底座，你可以让它站起来站在桌上也可以。那它还有这个钢弹军夏亚萨克跟普通萨克这样。这一个定价我记得日币是多少啊？500还是多少？300？我忘记了。对，总之抽给大家。好，这只有一位而已哦，只有一位。来，我们就看看，只有一位能抽中，运气也是不错哦，跟沙扎比的得奖几率是一样的。来，一二三，打开。50号是谁？钢弹军钥匙圈50号是赖信麟。赖信麟，恭喜抽到钢弹军的钥匙圈，恭喜！好，放在旁边。那再来，我们要抽另外一个亚克力啦，这个哦，这个更厉害。这个呢是就是福冈牛的立像的亚克力。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组好，就是像这样，有一个拉拉破的建筑物，然后前面有福冈牛站在那边，然后后面有一个组装的解说这样。这个在日本呢、啊，就是钢弹 Park 那边的夹娃娃机里面限定才有的，这个可以夹到。哦，这个我们有几份啊？看一下哦。亚克力哦，这有两份哦。我们抽这个很稀有哦。来，我们抽两份哦。来，一、二，好，看看会是谁抽到呢？一、二。三，打开，嘿，57号是谁？57号是明杰利，哇，刚抽到签名版，现在抽到扭蛋，哎，不错，都没有重复，算是不错了，哦 ，OK， 恭喜。那第二位抽到亚克力立牌的是47号。47号是谁呢？哎、欸，吴启安，又是你，吴启安哦，吴启安，哎、欸，你们很厉害，抽到三个都不一样的东西，嗯，真的算是蛮会挑的哦，没有抽到很多一样的奖品，恭喜亚克力立牌，福冈牛的亚克力牌 ，OK， 好，放旁边。那接下来呢，我看一下我们还要抽什么东西，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抽这个，这个也是。虽然啊礼轻，但是我觉得情意重。这个沙沙比的这个L 甲透明资料甲耶、yeah 哦，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在钢弹基地那边哦，你都知道福冈有两个钢弹基地，一个是一般的钢弹 base， 一个是 side of， 所以你去可以拿到一张这种盖章的级别卡。那你如果去一个钢弹 base。盖一个章，然后再去 Side F 盖一个章，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兑换这个沙沙比的透明的这个叫什么 L 甲，对，透明资料夹，然后这边有写一周年的纪念的符号。那这个资料夹另外还有一份，你看有沙沙比，一定另外还有一份就是福冈牛的，但是福冈牛那份哦，真的我觉得取得比这个还要更难，因为那个你要看他那边的电影。哦，电影好像是《闪光的哈萨维》还是什么，我忘记了。总之，你要买一张电影票，才会送你一个福冈牛的资料夹。那这个资料夹，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前面是透明的，对不对？所以它的设计就是，当你把两个资料夹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两个就是会在后面哦，很帅这样子，前后哦，很帅这样子。可惜没办法，我们没事不会去为了一个资料夹去看电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抽这个沙拉比的资料夹。OK， 好，那资料夹我们一共有几位呢？有十位。OK， 好，我们有十位有这个资料夹的。来，抽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刚好十个。OK， 好，那我们要抽十位，第一位是。58号，刚57好像有中过，所以应该是同一个人吧。沙沙比50，哎，58号，58，哎，黎明姐，你又抽到一个沙沙比的资料夹，厉害哦，真的是都不同的奖都有抽到。哎，再来这个是，哦，吓一跳，这是16号，我想说怎么会有91。
16号是看看是哪位？16号，哎 ，Brooklyn 你又抽到了资料夹，哎，真的是每个奖都来一个，真的很厉害。第三位，五号是黄信仁，好，黄信仁大大恭喜抽到资料夹。第四位，73，哦，这个很后面哦，73号是拓海，刘拓海，好，恭喜。第五位，一号是谁？一号是黄信仁，哇，你又抽到一个资料夹了，哇，两个资料夹没关系，一个收藏，一个自用这样子，或者一个送人。然后60号是李明杰，明杰李，哇，抽到两个资料夹了，没关系，资料夹好用。27号是钟贤大大抽到资料夹了，不一样的奖品哦，不错，恭喜。再来68号是谁？68号是余哲煌，恭喜抽到资料夹，刚刚有抽到冬季祭典，还有抽到两颗扭蛋的。再来51号是赖信林，哦，刚抽到钥匙圈的那位，现在又抽到一个资料夹，不错。再来，哇，尴尬了，这又是六跟九，我又分不出来，我要再去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哎呀，六跟九到底是谁呢？好，我发现一件事，其实六跟九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叫做陈彼得，所以不管是六还是九，抽到都是他。OK， 好，那我们就这张就是六号啦，当作是六号。OK， 反正等一下抽到九号的奖品也是他啦。OK， 好，那我们十个资料夹都抽完啦。OK， 恭喜。那么接下来开始要紧张了，因为接下来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了。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大奖，就是有这种公仔的啦，或者是模型这种 的步骤的阶段了。但是如果这个阶段没有抽到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卡包。那卡包跟贴纸，我这边先讲一下好了。这个贴纸哦，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那刚刚说那个资料夹是你要去 SideWF 跟那个钢弹基地抽盖章才会有的。那这个是今年的，那去年一开始呢，它也是这样盖个章，你要塞多一组跟钢弹基地盖章，那送的是你这张非常限量的贴纸。那这张贴纸呢，你可以给你的 RG 福冈牛，还有 EG 福冈牛，或者是像我啊，我会把这些比较大的贴在电脑啊，或者是杯子上面，很好看。那这个东西哦，这个也是限量的，在日本网拍上这一张可以卖1500块日币哦，真的是很夸张哦，1500块日币的东西哦，日本人他们要当黄牛也是蛮厉害的，呵呵，这样子。好 ，OK， 所以贴纸加卡包就是我们刚说的贴纸加卡包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算是小奖啦哦，会有这样子贴纸加一包卡包这样 ，OK， 好，那因为这个啊。有太多抽了，要抽花很多时间，我就不抽了。那所以等一下这边哦，我确认一下哦，这边的模型跟公仔抽完之后，对，模型跟公仔抽完，剩下的就是贴纸了。所以大家赶快集气啊！我们这边有1、2、3、4、5、6，还有6个名额是可以抽到大奖的哦。好，有。OK，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抽，先从这个米欧里呢开始抽哦，我们的水星魔女的另外一位女主角米欧里呢的公仔。那她同一个系列还有苏莱塔的哦，那你如果有机会看你是去买或者是去夹娃娃，把它夹回来，两个摆在一起哦，双双对对哦，蛮迷糊鬼这样。好，我们现在抽这个，打开，抽到米奥里念的是。这一位只有一位哦，这个是噔55号是谁？看一下，
米奥里面55号是廖俊杰，哇，廖俊杰哇，只有两抽可以抽到这个，厉害厉害，廖俊杰恭喜抽到一个米奥里面。那下一位我们就来抽这个凤春雨，这一尊真的很漂亮，其实我自己也蛮想留的啦，不过后来想想家里真的是没地方放了，所以就拿出来抽。那这个呢，凤春雨，然后总共有两款，那两款其实啊就是配色有一点点的些微的差异而已，所以呢这一款、是 A， 它这边写一个 A 应该就是 A 款吧，那就是这个配色。好，我们一位抽，噔噔，好，这一位是62号是君平样，君平样抽到了春雨，凤春雨，恭喜62号君平样，没错 ，OK， 好。OK， 好，公仔抽完了，接下来越来越大喽，越来越大喽，跟我们外面的风雨一样，越来越大了。好，首先来抽这个术士跟骑士的彩透组，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术士跟骑士的彩透模型。那这里啊，封面还是全新绘制的哦，不是只有把两个封面摆在一起而已。好，一位。一二出来 ，OK， 好。这一位得到模型的是20号是谁？哦，赶快看一下啊，20号是啊 ，Bokling， 哇 ，Bokling， 恭喜，划了，哦，抽到这一盒真的就是整个都回本了 ，OK， 好，恭喜你抽到这个我们的术士跟骑士的采购组。那接下来我们要抽这个更大更厉害，这有三只、是我们的信长、悟空跟景观三只的彩透组。哇，这上面没有照片了，稍微翻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里面大概就是彩透模型这样子。OK， 好，那我们要抽这个彩透组，也是只有一盒而已哦。有。掉出来了，抽到这个三只一组的模型的人是42号，42号是谁？42号是郭庆元还是郭庆环？恭喜，哇，抽到这个，你有几抽啊？五抽抽到一盒，这个真的是划了，太划了。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就是最后的阶段啦、我们要先抽这个 RBB 的福冈莎莎比哦，这个虽然啊，福冈莎莎比就是只有新的武装，就是后面这两只那个感应炮而已，不过还是很稀有啦哦，在台湾上市之前，这个都是非常稀有的，你现在就可以拿到。OK， 好，一位 BB 福冈莎莎比是。好 ，OK， 噔，这一位是72号，哦，72应该是最后那一位哦，最后那一位我记得是那个名字吧，是那个名字没错吧？就是拓海哥，果然没错，拓海耶、恭喜，哇，抽到我们的第二奖，福冈的莎莎比 BB 的，哇，太棒了，厉害。拓海哥是六抽抽到这个，这个一盒要多少钱？你们自己知道吗？我六抽才600块而已，就可以抽到这个。好啦 ，OK， 那最后我们的最大奖啊，看到没有？哇 ，RG 的莎莎比去哪里可以抽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也想抽。哇 ，RG 的莎莎比，哇，好香 ，OK， 好，来 RG 的莎莎比哦。最后一位定生死哦，这一位抽出来，剩下的就是贴纸了，所以大家祈祷一下。虽然我这个是录影的，不过还是要集气一下哦。好咯，我要倒出来了，最后这一位，等一下，它卡住了，两张卡在一起，我不想要这样，摇一下，不要两张卡在一起。OK， 好，
然后倒出来了，哎，就是你了，好，啊，突然就有点紧张了。来，抽到我们的福冈杂底 RG 的人是52号，52号是哪一位呢？52号是赖信麟，哇，恭喜恭喜，哇，赖信麟。几抽啊？五抽可以抽到这个，厉害厉害厉害！恭喜恭喜恭喜！哇，抽到了，太厉害了，抽到这个福冈萨达比 RG 的了，哇，恭喜恭喜，替你感到很高兴哦！我要是在抽奖的人，我抽到这个，我直接，太高兴了。OK， 好，那么剩下来的人呢，就不好意思啦，剩下的就你是我们的。这个卡片跟贴纸啦，贴纸哦，其实这个贴纸也是真的蛮稀有的、啊。你要论稀有度，也许比这个福冈萨达比 RG 还要稀有，因为这是买不到，而且这个活动是去年的，已经结束了。那这个呢，以后还有机会买得到，只要你花钱。OK， 好了，那么剩下的没有抽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贴纸啦。那接下来我会把我的这支影片，还有整个中奖名单都公布在我的粉专。那到时候我也会开始就是通知每一个中奖的人，那到时候就记得收我的私讯。OK， 好，那么这就是今天超长的抽奖影片啦。好，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或是到陈草莓钢弹基地按赞。就这样，拜拜。